我为了不用错位，我把窗抬起来了。没人，还可以。杨华，可能需要你的帮忙。你刚刚那个表情是不是笑场啊？我没有笑场。不笑场，对不起。没错了。还掉了。不到肚脐眼上了，怎么回事？变成了。对不起，我的妈呀，被你扇倒了！我就说怎么拉着就能走了。